听令，玉廷兄，你可是好久都没来看我了，这么晚突然光临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，卑职也不敢来打扰您。参谋长，师座，这是我们配合八路军攻打清河中转站缴获的文件。 是任赖峰营长和盛忠豪连长发现的。嗯，好，好。<笑>来，过来。两位气宇轩昂，不愧是我党军人之典范。玉廷兄有此勇将，如虎添翼呀！<笑> 有福气，军队是国家的，如果上下一心，将士用命，那也是国家的福气啊。嗯，师座，我们分析，这是一份日军的作战计划。赵参谋长已经翻译好。我估计，近期日军很有可能会实施这个计划。如果这个计划是真的， 日军攻打的第一个目标，正是我们53师啊。看起来不像是假的。玉廷兄对此有何看法？师座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嗯，我们应该尽快做好准备，尤其是我们五四六团。 现在吉阳已经支持不了几个月了，加上兵源不足，缺少重武器，卑职禀请师座，尽快给我们补给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啊，这个补充当然要补充，我会尽快把这些上报战区。啊，应对如何，还要等战区的指示。师座，兵贵神速啊。 不能事事都等指示啊！我们自己应该制定计划，在禀报战区批示就是了。嗯，范团长，这是在教我怎么做事吗？师座，卑职不敢，但如果您不能临机决断，那往往会贻误战机啊！范团长，我于福海什么时候贻误过战机啊？你不要危言耸听。 师座，我只是在向您介绍军情，并非针对个人。希望师座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我误会什么？你范玉婷倒是一贯的喜欢临机决断，目无长官，不服管束。岂有此理！我，师座，我们团长也是担心，万一日军突然行动，我们应对不利。 到时候造成损失的可是咱们整个五十三师啊！如果上峰怪罪下来，不是还得于师长您顶着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各位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啊，以大局为重。嗯，师座，我范某以前如有得罪，那也是无心，望师座海涵。但师座，这次情况紧急啊！ 还请师座看在我们五四六团全体将士的份上，尽快给我们增加武器和补给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玉廷兄，忠心为国，我是知道的啊。哎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芥蒂啊，你不必多虑，不必多虑。关于这个补给和制定应对的计划。 是不会第一时间进行，玉廷兄，你这里就等我的消息，好不好？好吧。那补给，还请师座一定尽快。连续打仗几个月了，我们团真的快要揭不开锅了。嗯，这个事立马就办啊，这个。 王参谋长，你督促军需处立即执行。是。
师祖，那卑职就告辞了。敬礼。师祖，看来日军南下已成定局，我们如何应对？日军势大，我们肯定是挡不住的。但是如果不挡一下，上峰怪罪下来，我们这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，所以要准备打硬仗，在战斗中图存。师祖，以我们的血肉之躯和日本的钢铁洪流打硬仗，如何图存？日军有钢铁洪流，我们不是还有块茅坑里的石头吗？把这块又臭又硬的家伙扔出去，就是砸不烂日军的钢铁，也砸得几个坑。您是说范玉婷？叫你们守个夜，你们干嘛去了？一个大活人都看不住，老子养了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啊？司令，您喝杯茶消消气儿。我们不是有意的，昨晚上咱们不是都喝醉了吗？我去，你个混账东西，你还不快去给我找起来，我踢死你！我现在全城搜索，封锁所有的道路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要是抓不回来，我把你们毙了。我去。是，走。三儿，司令。三儿，你带几个人往漕河方向追，我估计真娘一定是去找盛忠豪了。记住了，抓住了别伤着他。我对这个杨大麻子还是有点不太放心。去吧。是。站住！哎，站住！站住！哎。走啊，走啊，你走吧，过来，来，站住！走啊！你干什么？你站住！好了好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你站住！站住！走吧。是东乡平八郎元帅留下来的，可作为一个大日本帝国的军人，他崇拜的竟然是一个中国人。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太能理解，直到读了王阳明的著作，这句话也就成了我的座右铭。大佐英姿天纵，一定也能成为东乡元帅那样伟大的军人。胜利
是属于意志坚强的人，我们必须要毫不留情。中转站的摧毁，战备工作被迫延后，你们要抓紧时间重建中转站，肃清运输线沿路的武装抵抗。大战就要开始了。是。来，俊爷，请慢用。队长，咱今儿个可是找了一天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累死了。咱今天啊，先休息休息啊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以后少喊我队长，我不爱听这称呼。二哥，司令，大哥啊，今天是挨了武藤的训，真娘又找不到，所以心里憋股火。今天的事儿啊，你别太往心里去。想起那时候在虎啸山的日子，兄弟们是一条心，没有什么尊卑之分这些破规矩。大哥那时候也算是英雄气概，哪像现在啊，活脱脱一个奴才。老四啊，别胡说。我哪儿胡说了？大哥在日本人的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，我看着都觉得窝囊。在日本人面前受点气，回头又撒给我们。二哥，你好歹也算个队长吧，他竟然让你去守夜做家奴的活，还动不动又打又骂的，这哪有半点兄弟情分吗？哎呀，咱们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，得讲点规矩。拉倒吧，我倒想当土匪啊，哪像现在这穿这身皮，我都没脸回去见爹妈。二哥，我有句话早就想跟你说了，我们啊，干脆脚底抹油挂印辞官得了。去哪儿啊？天大地大，去哪儿都比当汉奸强。四哥，说话小心点，要是让日本人和司令听到，那可麻烦了。行了，我啥也不说了，我听二哥的。哎，不久。二哥，你想过没有，真娘找不到，回去怎么跟司令交代呀？真娘早就出城了，跑掉了。司令他想怎么罚，随他去吧。要是处罚，我拦路虎跟二哥你一块罚。我是看出来了，兄弟们迟早要散伙。对，二哥，司令要罚你，我老冯第一个不答应。好，有你们这两位好兄弟，来，干了。来，哎，这玩意儿挺有意思的。哎呀，哎，这也不错，这挺热闹的。司令长，司令长，小驴子，哎，你这么着急干嘛呢？团长叫你回去，什么事啊？应该有什么任务吧？任务说。我也不知道，要你盛连长出马肯定是难啃的骨头。你这是夸我呢还是吓我呢？老子牙口硬，就喜欢啃硬骨头。来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快点。诸位，师部来电要我们开赴新的战区，预计对手是日军独立第四旅团，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啊。参谋长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。是。诸位，你们看，
这是我们团防区的正面，范围达到了6公里，计划埋设200枚地雷，因为我们只有这么多了。由于地雷的数量有限，估计效果不会太大。雷区的后面是3道壕沟，壕沟里堆放了大量的燃烧物，壕沟后面是机枪和迫击炮连，2亿，够赚吧？我们团最后的防线是在1号高地。我们的部署也只能根据我们手上的现有资源尽力而为了。而敌军的部署在哪儿呢？兵力、火力配置、进攻的方向和时间，我们是一无所知啊。所以我们决定要进行一次侦察工作，抓几个蛇头回来，了解敌人的情况。啊，坐坐坐。啊，这次抓蛇行动是要潜入到敌人的心脏地带，最好是能抓到日军司令部里面的人。当然，这需要冒很大的风险。再大的风险也要冒啊！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如果我们两眼一摸黑，仗要真打起来，我们必败无疑啊！所以这次行动，我们一定要挑选一支精锐的小分队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团长，请允许我负责这次的行动。参谋长，咱们的猛张飞用不着使用激将法了啊。团座，盛连长可不是猛张飞啊，他是常山赵子龙啊。这个参谋长您过奖了，我怎么能跟赵子龙比呢？说起这敌人的心脏地带，自然是宛平城。嗯，宛平城这个地方我曾经在那儿唱过戏，我比较熟悉那个地方，我绝对会抓一个比八哥唱的还好听的蛇头回来。好。盛连长，这回算是委屈你了啊，给老子当一回侦察兵啊。嗯，你们的主要任务啊就是抓蛇头，官越大越好，行动一定要迅速，抓了蛇头之后啊不许恋战，速战速决。请放心，我保证鬼子兵不抓，要抓抓带刀的。带刀的。你慢着，有日军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都站住！别跑！老实！站住！抓住他！是。报告！站住！是。走。除了刚才大家说的那些办法，再仔细的想想是不是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，能让我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个蛇头给抓到。我们可以晚上偷袭鬼子军营，抓一个出来。军营？这目标太大了，太危险了。我们去宛平城抓一个回来。不行，这目标还是太大了，而且在城门那里到处都是鬼子把守。最好咱们能把鬼子引到城外，这样下手就比较方便了。最好有个鬼子站在你面前，这样抓更方便。好好好，大家不要吓他，其实钱贵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能不能把鬼子引出城，这还真是个难题。哎，这么多人呢，干嘛呢？哎，老班长，老班长，你怎么来了？都长出息了是吧？我还不能来了 啊！不不不，我们正在讨论抓舌头的事情，遇到难题了。老班长，你有什么好建议啊？这个
啊，是这样啊，我们想把鬼子引到城外再下手，但是又不能暴露目标。啊，我来看看。哎，钟豪啊，啊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在这一带有鬼子的电话线。哦，如果我们把他们的电话线剪断了，宛平的小鬼子发现电话打不通，肯定会派两三个小鬼子出来查电话线。你们呢，就在这里埋伏，到时候等他们爬上了电线杆，我们的人就可以化妆成老百姓，来到他们的身边动手。这样不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姜还是老的辣啊，这个好是吧？哎，老班长，我有一个请求啊，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参加这次的行动？这老班长，这是我们火头军啊转为正规军后的第一次单独行动，这如果失败了，我们火头军没面子。你老班长也没面子呀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好，我就陪你们大家一起去抓舌头。尽力，谢谢老班长，谢谢老班长。你们大家都太客气了，咱们大家再好好讨论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这个地图啊。所以说当这里断电话线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从南门出来。对，我们在这里埋伏。司令，我带着几个弟兄一路往漕河方向追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却不料什么呀？那个小野带着伐木队刚好遇上了真娘。伐木队？对呀、啊，真娘被伐木队给抓走了。司令，要我说，真娘既然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被武藤大佐抓了去，是死是活，那就是他的命了，活该呀！屁！我蒋有才的女人，她说啥就啥，要死她也得死在我手里面。是。走，跟我到武藤那儿要人去。哎，别！司令，你这去大佐那儿怎么说呀？他要是知道真娘是盛中豪的未婚妻，那可是通敌的罪名啊！你的意思是，要老子装不知道？我觉得这事儿吧，你得三思，三思啊！说不定他都已经死了。滚！滚！滚！这枪真棒啊！哎，那把真好看啊！行了，各位，这些东西的来历大家都知道了，都是我们从鬼子和二鬼子的手里缴来的。嗯，哎呀，我呢，从来都是从家里往外头拿东西，第一回破天荒头一回往自己家拿东西，感觉特别好。嗯，这次。我们和鬼子还有二鬼子实实在在干了一仗，这是我们龙家集自卫军成立以来的第一仗，大家打得非常漂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用最简陋的武器证明了我们的敌人并没有那么可怕，我们的敌人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啊，他中了子弹也会哭爹喊娘，对不对？那还不是咱们雷锅领导有方啊，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真的不是，那是因为我们龙家集自卫军个个都是好样的。经过这场仗之后，我们下次再遇到鬼子，我们就更有底气了。来一个灭一个，来两个灭一双，对，灭一双，对，灭一双，灭一双，灭了一双。哎，爹，过来说两句，来。这把行。我也没什么说的，现在我们手里有了这些东西，虽然不多，但也能解决很大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是。鬼子如果呢再敢来，咱们就用这些东西狠狠地揍他们。是是，揍他们，揍他们，
小姐。嗯，老爷。那个爹，您接着说，接着说啊！开会呢。行，抓紧时间，把这些东西分给大家。好嘞，大家自己保管。来，这过来。什么事啊？这么着急找我？你不是让我去打听盛中豪他师弟师妹的消息吗？啊，有消息了。刚才探子来报，几天前在宛平城有一个人从伪军司令蒋有才家里逃了出来，你猜是谁？还猜什么啊，快说。一个叫甄娘的女人，说是盛中豪的未婚妻。不是，盛中豪告诉我说甄娘被蒋有才喂狼了，怎么又从家里逃出来呢？这就不清楚了，不过他也够惨的，听说又被日本人给抓去了，现在可能已经被杀了吧。啊，从蒋永才家里逃出来，又落到日本人手里。嗯，姐，你说这个消息咱们要不要告诉盛大哥？先别告诉他，我们看能不能想办法救他出来。嗯，你总这样为他着想，他又不知道。这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，他知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他的师弟师妹打听到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已经派了好几拨人去打听了。放心吧，姐，一定会打听到的。嗯，抓紧时间啊。嗯，姐，嗯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如果真的找到他师妹，你和盛大哥不就没戏了吗？干嘛还要那么伤心？如果他的师弟师妹找到了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这也是我愿意做的事情。嗯，好了，傻丫头。嗯，走。走走。你带几个人切断电线，要注意安全。是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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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下，好了，走。八哥，又被游击队给破坏了，您赶紧修。是。
把人带走，走吧，走。左藤君，长官，正找你呢。你们不是缺人手吗？是的。给他换套干净的衣服，杂活以后就交给他吧。是。快点，快点。不行了，秦桂，你怎么下手下这么重？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，我就用枪敲了他一下，没想到这小鬼子这么不经敲啊！这怎么办？这哪能抓一个舌头啊？幸亏去找老班长吧，走。西瓜，哎，朱浩，你不会是想跟他们打一仗吧？打？怎么不打？哎，你看，那里面有好几个是带着指挥刀的，那肯定是有军衔，起码是个上尉吧？可是，咱们就这几支短枪，人家十几号人呢。怕什么？他们没有防备呢。咱们突然袭击的话，一对二，肯定没问题。连长，是不是太鲁莽了？是啊，鲁莽。你刚刚做的是不是更鲁莽？难道要我去请一个日本鬼子回去交差啊？这一仗肯定要打，舌头死了没法交差事项。如果不了解敌人的情况的话，一旦开战，整个五四六团都会有危险，所以必须要重新抓一个舌头。嗯，朱浩说的对，别再说了，准备。
留活口，放心吧，我会给留个活口的。任何代价必须完成任务。是。将军，我找大佐有事，快！